能不能2块钱给小碗米饭，再给碗汤？找人做吧。谢谢啊。老板，这人有公司啊，在这订的工作餐，多订一份，钱已经给了，不吃也是扔了，吃吧。老板，以后我公司的员工餐啊，得多加几份啊。看见这种老人，给他们吃。龙总，你这事儿啊，以后我不干。什么意思啊？嫌弃他们了？我又不是不给你结账，补上接待。你公司啊，一共就订了50份盒饭，10几份啊都给这些老人。那天底下的好事儿，你一个人都做了，那要我们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来我这儿的老人，吃的喝的，我全包。没得商量，老板买单。哎，还没找你钱呢。剩下的钱啊，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好人啊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当了。过去了，老板。哎，怎么给了3份的钱？剩下的呀，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好人都让你们做了，还要我们干嘛？时间让你我在人间肆意挑选，还有多少的边间可以谈？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无私的人间才会充满希望。